没有，都说点了点头，做到他的三八。要开始了。开始喽！准备好了就开始。你笑什么？总觉得像这样和阿姐一起弹琴，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实现的事情。或者说，是我一直渴望的事。能和阿姐一起弹琴，是不是就离阿姐更靠近了一步呢？是不是就和阿姐站在对等的位置上了呢？所以，谢谢你和我一起弹琴。总觉得没有尽兴是啊。哟。嗯。你们怎么了？都感冒了吗？不是。所以，妈妈，是这一首吗？没错，应该是那首曲子了。是吗？眼泪如决堤一般从记忆的眼眶中滑落。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一直隐忍坚持着，不晓得肩膀所背负的与年龄不符的压力。无论何时，他从未在母亲的面前示弱，但是这次他终于忍不住。这张谱子毫无疑问的是与我与雷拉一同写下从未在外表演过的曲子。它不是杰伊的母亲真正寻找的曲子，除了我们之外，没有人听过这支曲子，更不可能说是存在于
皆因我情之一生处的那首。他很是杰伊的母亲对他说就是这首。那意思不是就是说他要去了吗？究竟是不是那首曲子只是一曲不重要的，当你二人都从束缚自己的东西解脱出来，那杰伊的母亲好转的良药或许并不是曲子，这样就好，这是他眼中的终点，这也是我旅途的终点吗？寻寻觅觅在不断地追寻与迷茫过后所见到的景色，原来是这样。少女绽放出她本该有的笑颜，毫无保留地向这世界展示着自己的一切，这样的终点倒也不错。如果害怕，就轻声念我的名字。也许只是我的幻听，说不定。怎么在这？老师的音乐果然是，依然是那么美好呢。我不是。我并不打算放弃，即使是现在这样，即使和预期中有些不同，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继续我的音乐的。那就真是太。可以让我成为老师永远的头号粉丝吗？当然可以，如果你愿意倾听我的音乐，就永远不停止。是个安静的女孩呢。在找谁呢？在找谁呢？夏树的话，他在完成献花后，有事就先离开了。本来还想邀请他参加参会。我没有在找人。真没在找人，我可以把嘉宾名册拿给你确认呢。不用的。
来自海外的邮件。干得不错，胆小鬼。看到了吗？什么？你还要回去当那什么教师吗？当然呢。你不是开始再度演奏了吗？你这跟当教师并不冲突。好吧，好吧，看来行程得大修了。去吧去吧，阿杰还是这么认真，人家重点学校派来的，不能比啊。不过是个勤勤恳恳的实在人，最后一堂课就拜托你了。现在中午的时候，姐，今天是开学日最后一节课，不如你给我们放个假呗。是啊，老师，您就高抬贵手嘛，包容一下，老师也当过学生吧。不行，不过今天提前放头下课啊！你们别给班主任告状。是老师。那么下课。好麻烦。糟糕，再度约定的日子。我和杰伊在这一方空间里从互不认识到彼此相知。找他应该时候我就想过，如果有机会再和他单独相处，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心里真实的想法，真正的想法。仔细想想，我真的很久没见过他了。种种回忆如潮水般涌起。啊，杰伊不在吗？GG了，被抛弃了。
你今天不来了吗？难道这会是他为我写的曲子吗？这首诗，这是屋顶吗？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屋顶找他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去屋顶，还不赶快去屋顶，大哥。真扯。阿呆。没人，狙击。啊，那我们要迎接被 ending 了吗？看来你还不是很笨。我还以为你都不明白我究竟想告诉你什么。对不起我，我突然消失的感觉。你体会到了吗？如果我消失了，你会紧张，会难过，会舍不得吗？会，怎么能不会呢？会紧张，会难过，会舍不得。如果结衣消失，我的心里会空虚出很大的，所以不希望结衣你。啊！为什么是你先说出来了？难道你想先说吗？要不然都跟你说好了。总而言之，对于阿杰来说。我的消失会让你害怕，会让你难过。那么，你的突然消失，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感受。像暑假时那样突然的消失不见，一点音讯都没有，会让我觉得很害怕，我很不安。明明已经抓住的人和心，就那么不见了。抓到了，希望宝贝球抓死是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，我也知道这样患得患失是不好的，但是
还是会这么想，心里空荡荡的。所以请不要。请不要再离开我了。结局就是师生恋，这样子好吗？阿杰带我找到了曲子，也让我喜欢上了音乐，让我经历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。应该是挺好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开始觉得寂寞了，开始觉得一个人并不是那么自在了。我变得会想和别人一起度过周末，想要一起出门，一起去哪里逛逛，这都是以前从没有过的。一想到这些，眼前就会闪过阿杰的脸。所以，这都是你的错。嗯？就算是我，有时候也想要任性一点。所以，请和我。一直和我在一起，可以吗？之所。